靠一点，就是那个。没事，我们换换刀。箱子到了，知道吧？接了。哦，等等看。立马。反正它下面是木头，不知道。这是不是很完整？好了，80块呢。我操！来煮汤吧。这是狗，这个没有整啊。不会，你看看嘛，你看看，你看白斩怎么样？它是炸的。碎骨头啊！小蛋。好，来换两块。不能再弄。这个切不掉。怎么这个？彩蛋，你弄进来。笑我，两分了这样子。叫彼得给你笑你了。哦，有了有了。哦，小心这个刀。完了，完了。这个猪。就是平常要买猪头，所以才知道怎么切。哎，你买到后面了。完了完了完了。哪位？很脏。哎，是葱葱啊。那个在上面拿的，不是在地上。够吧？够。你等等嘛，一个就好了，多的再来讲啊。够了，够了，切了，我们就这样切。切了有多的再讲啊，少的就少了。好了，我为什么还有五十个？哇，这太大了，这太大了，不是我，真的是太大了啦。不好用啊你！哥，有时候会穿过去，不是有铁丝吗？我们昨天。哦，这样子。不要杀嘛！不要激动，不要弄。你去看那个绿的，那边在。叫你吃饭。梦，来瓶保那个啤酒嘛，帮给我嘛。第三嘛，去那家。喂，
的现场，我们掌声鼓励鼓励。哎呀，哎，我们一定要，我们请我们的艺人为我们讲讲话。拉什么？啊，其实你们放心放心。大概我们银座的老店，神头木老店，还有我们的，还有我们部落的平平的乡亲，大家。其实今天真的很开心，早上那么还是恭喜我们锦屏部落，也祝福我们锦屏部落的所有乡亲，在未来的所有事务上都能够非常的平安顺遂顺遂。祝大家无尼浪牛咪上，我们掌声力好，谢谢我们的议员哈，好跟他的刚他老公哈，来到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锦屏部落的这个设计，好参加一同跟我们同乐哈。那待会议员哈也可以享用一下我们部落的美食哈。好，那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。哦，现在这现在时间是2点整，哦，2点整。那我们部落锦屏部落的我们的设计正式展开。好，那我们的所有的猎人哦，跟着我们的头目哦，跟着我们头目的脚步哈，到你们的位置啊，你们的该带的哦，你们的什么不出来，不出来，你们就先把它带着。那等一下开始的时候，我会跟一个为各位村民介绍哦。那我们头目哈，头目就可以。头目下边。好，好，不要进去哦。好，来，周老师，进去了。进去。我先站起来。洗手。你这上去啊，你这边哦，来那个，那个猎人拿枪啊，猎人，好，猎人，过来，